哥，你啥痛苦啊？我自幼父母双亡，爱人离我而去，为人陷害入50年牢，我要让全世界陪葬。啊，来不及了，这是人类最后的时光机，用它穿越回去，消除他的痛苦。时光机。从小就长这么磕碜，快走开啊！为了全世界拼了，小心！哎呀，还好还好。没事，还有机会。真放屁！这么轻，难怪睡不到。那我帮你。你喜欢他呀？嗯，哎。这是月老的红绳，你拿一头，他拿一头，他就会爱上你。真的吗？快点，你不要离开我呀！时光机，不，我要来。啊！终于混到经理了，我还是直接给钱吧。嗯，你谁啊？这里有100万刀了，你拿着。这里不合适啊！哎呀，拿着！不行，之前是我对你不好，不受辱。被告人非法集资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我是冤枉的呀！我去！时光机！都到这个剧情了吗？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啊，真好吃！丢了！嗯，拿来吧你！有多的去多多，有多有趣就有多快乐。好事多，去我要痛苦。多多每个有趣灵魂都是去多多。什么情况？他的痛苦直觉下降了。有多有趣就有多快乐。我懂了，音乐是感染人的，是去多多之歌拯救了他的不开心。现在你不痛苦了吧？不痛了。出狱以后好好生活，孤儿没什么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啊？我既不是孤儿，也没有进监狱啊。哦，那之前那个是我。为什么要抢我超多巧克力豆、香脆无敌好吃的趣多多？认错人了。啊！